是许小雨家不？我找的是老中医啊，咋你来了呢？我师傅有事儿，那个后街老王家那牛难产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不是，那你这年轻，你能看明白不啊？那啥话呢？年轻人看着才好呢。正所谓的是啥呢？包子有肉，不在褶上。有道理啊，那你赶紧给我看看吧。来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哎呀，咋呀？我就先给你把把脉呀。啊，吓我一跳。咋样？你这血压有点高啊。血压高不能啊，再说了我家祖上没有血压高的，根本就那这玩意儿嘛，还小雨是给姥爷那边过来的，姥爷那边也没有血压高的呀。那不可能，你仔细好好想想吧，有句话说得好，三辈子不离姥爷，就是啥呢，虽然你姥爷那边可能没事儿，你妈姥爷那边可能没事儿，还有可能是你爸姥爷那边有事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你这关系错综复杂的，那上哪查去了？要咋说三辈子不离姥爷根呢？啊，血压高，那得咋整啊？血压高的话，你降降血压呗。完有没有别的事儿啊？我得瞅一瞅啊。啊啊啊啊！哎呀，那印堂发黑呀！我印堂不脑门吗？看舌头能看出印堂黑来？啊，那个就是从这儿嘎往上一反就看出来了，啊，都关联的。啊啊啊！啊，不是，这你这说的感觉不太靠谱呢。我主要就是啥呢？就是这个脑袋吧，有的时候有点迷糊。完，你看我这肚子上胀挺，绑绑的。脑袋迷糊吧，是你血压高。啊。肚子胀啊。啊。你拿我再摸吗？刚才好像有点摸着那嘎了。哎呀，你这么的吧，等待会儿上我师傅那儿去。给你开点安胎药。开啥药？安胎药。啥意思？那意思我有喜了呗。对呀，啊，你有喜了。不是，那咋的？有喜了还不开心吗？不高兴吗？你是不是虎？是不是虎啊？谁不知道啊？我一寡妇哪来的喜呀，啊，谁孩子呀？那你谁这孩子？那玩意儿人说你自己守没守妇道，你自个心里没点数吗？净说那话，净说那话。我说我肚子胀，肚子胀，听不明白话吗？昨晚上吃点毛豆，吃点花生，喝点可乐，再喝点啤酒，那能不胀肚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那你知道你喝这玩意儿胀肚，你要我给你看什么？让你给我开点药呗，看啥看啥的，那我自己能治，不用你来呀。你这玩意儿开啥药啊？上两趟厕所就好了。那主要你不你这脑袋迷糊吗？你不是吗？那你废话，吃那都能不迷糊吗？撑的呗。完，啊，你是吸没吃饱了撑咸的你吧？你是啥你也不是，个庸医，呸。